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我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西山会议指名道姓反共，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中弹。我们不是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可是中府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 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作证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父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一码事归一码事，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葡萄，这是仲父先生的意见。 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作数吧。政府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那就不必了。 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我也很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的毫无还手之力。 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总得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0%，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 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是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 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王主席，父亲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 里外不是人，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汪主席，孙科可能也找了。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
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为什么？王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你这盆景，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刚移进去的，跟前。懂了，是汪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己方力量互相牵制。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到汪主席主持大局。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矮三分的要求。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友。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校长的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校长怎么还不来啊？这个得一将中正，同时都风骨虽不是瘦不高的，学位等得过的就是。怎么穿这么一身？他是头一次作为代表参加这种级别的大会，上一次还是练习。как по мне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о себе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自命不凡之态。跟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之前汪主席报告政治时已将军事重点说过大半，现在中正向诸位说一说两年来军事大略，即日后军队组织及方针。这两年我们成立了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灭陈炯明，打各方军阀。民国十四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我们收编湘军为第二军。这个东西当有两年间曾经是在被陈州落过的那次是你讲的大旗就是他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那个军阀。你刚到广州一路舟车劳顿，我已备好晚宴接风洗尘。对你路上一个词语，главное как можно раньше донести до него мнен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я。я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как новы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настаиваю на том, что вы не готовы к северному походу。кроме того, вашей армии не хватает чет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啊，都是都，你你让我打那个власть。这两年的军事，总括来说，他若知道保乐亭已经走了，定会伤心。有十三年的积极准备。Да, да, я в курсе, что Бородин к нему относится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才有十三年的。Ну я думаю, я солдат, но мне прямо хорошо。Да, значит да. Нет, никаких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不行，便没有余地。国民革命军的小小成效，正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成效，我观
今日中国之局势，死本党之前途。现在我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力量向外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力量战胜一切，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不在远。革命军。 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不能统一中国。请全体代表起立，致敬蒋同志，敛起尽心竭力为党为国奋斗。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振、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对戴季陶予以训令。 罚其停笔3年，停叶楚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